欢迎收看 I'm Eric 的开箱频道。今天要开箱的是《特殊传说》第三季第三集的特装版。这次的封面是千冬岁，稍微看一下整体的样子。我们来打开前面的折口，看一下里面的图案。另一边的图案就不开来看了。接下来就是《昼夜循环》第三集，这次底色个人感觉是咖啡色带点橘的感觉，千冬岁的 PVC 卡，然后这个是72×52公分的大挂画，拆开来看一下全图。这真的还蛮大一幅的，那因为桌子也不大，我就局部拍摄。近看一下，图片近看不会失真，还蛮美的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它也可以当小门帘，因为上面它有留空间让杆子可以穿过去。不得不说，大概又是虐兄弟的剧情了。那这次的简易开箱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